是卢玉飞，河南队选手。交换腿结环跳，这个动作前腿要和木面平行，身体后仰，脚就是后脚要跟头相连。毽子直体后空翻，挺身前空翻，纵跳，结环跳，挺身侧空翻，交换腿劈叉跳和一个原地的结环跳。后跑两多下，第九个下法。